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7号，星期一。早上起来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，特别是星期一哈，休息了，周末以后要去上班了，觉得提不起神。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。我把我的做法说出来，和大家参考一下，大家也可以，试一试。第一个是早上起来，做一下这个健身，就是自己喜欢的运动，活动一下，这样他那个你就这个大脑刺激就会分泌一些让你兴奋的这个元素，然后到外面去走一走，散步也好，跑步也好。在这个大自然的刺激下，自然这个精神就会提起来。至于这个在家里面的活动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做到一点就是，活动完以后你不要太累。每天能够坚持做，具体的方法，有很多，大家可以按照适合自己的，有的注重下半身，有的注重上半身，还有一个就是早上冲个热水澡，这样那就会精神起来。好，今天就说这些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